奈何包秀如何开播，男女主 CP 感超甜，光看剧照就等不及了。现如今奈何包系列当中又出现了一部新作品，就在今晚开播，男女主 CP 感超甜，光看剧照就知道大家已经等不及了吧。奈何包秀如何这部作品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和之前的作品是同一个系列的，就连制作单位和导演组都没有换人，所以说这部剧依旧会延续大家之前看到的风格，只不过这次主演的阵容上也是进行了更换。女主因为饰演了陈情令的江燕离被大家喜欢，而男主虽然名气不怎么优秀，但是颜值上还是弥补了这种差距，这两人组成 CP 感觉还是看点很多的。该剧采用的一看就是全新声带演员出演，男主赵志伟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生疏的，饰演过的角色大部分都是网剧类型，青春剧占据了很大一部。奈何包秀奈何这部作品更多的是贴近于甜宠网剧的样子，但是随着这种同类型作品的多样化，观众也会出现视觉疲劳，所以说希望这部新剧在谁的那个上多一点新鲜感，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视线。